我是谁？看来你的记忆还没有完全恢复。敌人在我们面前，不是逃之夭夭，就是一败涂地。冥王会在3天后复活，一旦冥王复活，人类文明也会随之崩塌消失。你必须阻止他，这是你的使命。我不停地往前走。当我以为就要到达终点的时候，才猛然发现，走出一个困境又一个困境。究竟哪个世界才是真实的世界？哪一个我才是真实的我呢？你是火灵妃呀。你才是那个可以带领我们打败他的人。